我们对宇宙的探索，对科学的追求，啊，怎么想都是全人类的幸事。但偏偏就美国人不爽。美国太空司令部啊，莫尔豪斯说，美国已经准备好啊，要在太空上作战。哇，这完全不演啦！当初人类发展太空时的共同约定啊，就是不涉及军事武力。我们想的啊，是宇宙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，为人类造福祉。但美国只想着利用太空维持霸权，打击其他国家。美国太空军事化的预算啊，年年增长，但对和平探索太空的贡献微乎其微。当初阿波罗登月也是为了美苏争霸，后来发现，哎，对维护美国霸权没啥用啊，就不继续干了。现在也是，大陆宣布2030年前要登月，目前计划逐步稳健实施中。美国就不甘示弱，说啊，他们也要2025、2026啊，也要登月。同学们竞争成绩，哈，这个好事情。是，但是好战就不对了。好战是只有我可以，你不行。中国大概也没兴趣跟你玩这个游戏啊。你美国先把你的太空站弄好了再说吧。